恵比寿の、自分のお店は全くの一人でやっているので、1日6席だけのお店で、では乾杯。乾杯。就是一般我们来讲，香槟三个最主要的葡萄品种，一个叫 Chardonnay 夏多内，然后黑皮诺跟 Pinot Meunier。那大部分的话是以夏多内跟黑皮诺为主。那所以呢，这款酒的话，它是百分之百用我刚刚讲第三个叫 Pinot Meunier。所以它这样类型的产品，其实第一个非常非常少，不容易见。但是呢，这个葡萄品种它的特色是在香气跟味道上面反而更圆润，不会这么的酸。那尤其我们。因为刚刚从那个意大利的生活水，然后我们现在进到西班牙生活水，就是味道加成的时候，那我们在酒上面的话，我们需要去 match 可以匹配上味道上面的加成，所以我们选这一支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其实是跟贝类、虾子这样的海鲜料理，我们在搭酒的时候找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当然，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圆润饱满性，里面它又多了一个细致的层次感。所以马头鱼它其实本身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我们第一个用这样细腻的酒款，但是它又是丰富的。那橘酒的话，他们做的是呢，在榨完汁之后，皮跟汁再泡在一起，大概30天到90天不等，看状况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把第一个颜色把它泡出来，第二个皮下的香氛把它泡出来，所以你在香气上面跟味道上面的浓郁跟层次度又更丰富。那